怪，爸那也拢无接电话啊。啊，就表示伊咧无闲啊。你跟我快点哦。阿姨刚我讲去南部出差，当时要回来啊。伊是安怎拢无敲电话关心一下阿妈？等。你雄雄这样子问题，我是要回答多一个啊。回答老实话。你甲爸出去了后，是安怎爸就无回来啊？我愈想愈感觉奇怪呢。阿妈即马这个状况，你哪有可能敢若叫一个看护甲送回来呢？你迄天是毋是拄着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就卡下吧。爸已经关机啊。拄只我伫卡电话的时阵，你迄边有手机在震动。安怎？别人袂当卡好无？啊，不过你无接吧？就唔知向卡来啊，不明电话啊，我是没接了，别人接了。那不要嘛。大磊林子森，我哪会感觉你足心虚的？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要骂我？爸是不是出啥物代志啊？爸是出工，是出代志啦。我看你根本就在骗我。你唔是在骗我，啊！这你关心出来对啦，李子彤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忽悠弟弟啊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足多代志要处理哦，无时间直接跟你算啦。我唔管你是咪恢复啊，我拜托你，较乖啦，莫一直撸一直撸，知无？听到啊！妹妹，是你啦。这只是气泡饮呢，安尼是要安怎啉好水啊？你若是啉酒醉，你就看袂着 special 啊。special， 你是搁要跳舞哦？你看。上一局路费，你想怎办啊？秘密，都是没讲。准备好了没？看上谁啊？实在是吼，看是就 special 哎，什么 special 啊？你是要去跳舞呀？还是要跳钢管舞？喂，请你卖惊了着我的人客，你是这人客啊？啊，歹势啊，像我看过伊的清凉照呢。喂，你即嘛是咧有白讲啥？我哪有白讲啊？啊，新闻拢咧报啊！小俊可惜哦，总要用删除啊。但是吼，我对伊思思念念，今日竟然才看到本人。真的，会当安静一杯无？还是去家乡啊？有加视频咧？新娘早就看了，身材一样。来呀，来，加油！刚才不跟人讲哦，你歪路，再见。
若是凯宏真正介意梓潼，我应该渐渐放手，予伊保护梓潼安尼才对。蠢死你！起来，阿官，给我挂嘴！该你入黑名单。我不是你朋友啊！梓潼。你可袂用卖怪我。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哪有可能毋管你？迄拢只是你为着保护我，凊彩讲讲的尔。梓潼，这种代志我无可能凊彩讲讲。啊，不过你明明就知影，我过去有迄种迄历史。我根本都无得来，你对我安尼做啊！有过来是无过来，我讲的准守。对我来讲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上该珍贵、上该有价值的宝物。我就是这样介意你。我干那会让人早来不行？我干那会把代志愈误愈歹？梓潼。我会当让你幸福，我嘛会当让你快乐。若是你真正把这事要害去的，我会来负责收煞。就算让你真正把我人生毁掉，我嘛无第二句话，因为无你的人生，一定是毁不完。我要得去啊！哦，是讲你若无想要看到恁哥，我会当送你回去单亲一边。免啦，老婆阿妈是要安怎？啊，对啊，也是你大婶。那安尼，我先入去啊。再见。而且阮小妹安尼走出去，我敢毋免对啊？那你老夫人是要安怎？我有请单亲照顾阿妈，来了开放。爱想要转移话题啊？我拢看到啊，你是安怎对待阮妹？就算讲你是负面狂魔，我嘛唔惊你啊！我的心里就是安尼。好来姐，哎，林子珍，有啥物代志袂当踮恁厝内到门口好讲，一定要神神秘秘走来遮讲。你是从啥？袂歹啊，这喙齿看起来哦，真健康。汗臭，我两个就好啊。我唔知你真正变态呢，你竟然把我拽来遮，对我伸出咸猪手。哎，你卖过来啊！你卖过来啊！
啊你！哎！我！哇！哇！你直接中彩了！眼白就青的，无黄斑嘛无血丝，这头毛发质嘛真好，袂歹啦！这初步检查身体真健康。什么？你初步检查？那天替我做身体健康检查。阿伯嘞？啊！你唔着较早讲话，你用忙的就好啊。是讲，你王大伯是替我做身体健康检查，是要送啥？当然是我就止痛。除了确定哦你身体健康以外，我嘛知影你是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人。坦率啊，我差点啊无落去，你想也无想就把我溜转来。嗯，拜小姐，有正义感是一个人的基本配备。今日就算讲是一个无实在的人，伊拄着危险，我嘛是安尼做。卖讲伊是你的上辈，所以你头拄仔你超过伊部咧流水啊？嗯，安尼我就当知影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卖当知影你的身体的反应甲速度，点滴过啊？啊，你是安怎要安尼搞我测试？啊？敢是因为我甲子聪告白，所以你超过伊要搞我创敌，和我解下马威？公有子彤，我这妹妹哦，自细汉存在感就低的，因为大家拢甲咱讲，肯定我心上守护着伊。嘛是因为安尼，伊一拄着黄家聪迄个渣男，才规个拢聊落去。讲了这黄家聪，我就骨壁都火啊！无内在就准拄煞啦，搁生到歪骨起煞，我真正唔知影当初子彤是看到伊都是点。你莫后悔啊！我不是在批评子彤，我是替子彤感觉到无价值。好啦，咱莫再想这啊，因为我希望的是子彤会当把过去不好一切拢放下，好好面对未来，敢不是？是啊，俺们搁希望还希望啊，这件代志也是有真大的难度。阿婆伊袂到即马，搁咧计欢喜，甚至是计死伊来想袂伊的过去，暗甘伊的两只。等一下说啥？同意啊。第一，即马我知影有人要跟伊子彤的想法，因为伊不幸来生气，因为伊痛苦来痛苦。第二。我嘛真欢喜，有人真了解我这個妹妹，那你放心吗？哎，介意一个人啊，会受到伊的影响，所以替伊减少一挂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。你无必要讲到要输要甲自从交付我同款。小凯宏，那是讲有一天，我无法度陪你身躯边。你敢愿意在吃饭的时阵替伊抹奶油，伊想要淋茶的时阵，你替伊先泡好。这真简单啊，只要伊欢喜，我什么拢愿意做。不是一支嘴，凊彩讲讲哦。拜托姐，咱拢认识偌久啊？你敢不知道我是什么款的人啊？我讲会到，我就做会到。哎呦，这种搞好你啊！唔对啊，我乃感觉林子轩怪怪的。